的因缘是妙老的法布施、李传红的财布施，他们两个财法二世等物差别，这是佛法的情欲啊。但是我的理想中欲望蛮大的，哎，因为我这个头脑不行，结果来看小小的禅堂不行。我们总希望中国人自己有一天把自己的文化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禅堂，免得外戴世博那些外国同学们笑我们啊。戴世博不会笑，日本的人都在笑我们，因为中国自己讲禅宗宗主国，一个禅也没有，一个禅堂的样子都没有，看我们非常看不起，也真是值得他们看不起的地方。假定我们还有机会再来，不一定是北普陀、南普陀、东普陀、西普陀都可以啊，看你们诸位的法愿吧。为什么有个禅堂？还有共产主义集体共修持，集体共同正修一个场合。就昨天提到出家那个的六合正的精神在实习，真做到了，生活衣食住行都在一起，一个大禅堂，所有人也睡在这里，住在这里，打坐在这里，活动在这儿，那就是大同世界的社会，共产主义理想的场合，社会主义正发展到，哎，只有资本主义有钱才做得到。还是我那四句话，哈，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的方法，中国文化的精神。如果我还活到，希望有一天你们做到，我看一眼，然后一笑再见，那也很高兴。那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地方，现在全国没有。禅堂答案是为什么？是我们中国的佛教大师所创立的集体共修的地方。像庙子、丛林也是我们中国文化所创立，在佛的传统里头，出家人每个人单身孤自在外面花园，不受庙子供具，到了中国来改了。在佛教的规矩，出家人不可以种地，也不可以做生意，也不可以谋生。到中国的祖师马祖改葬，两位老师跟徒弟，师傅给他改了，变成丛林，当时给人家骂掉不得了，佛教该骂他两个人破戒比丘啊，犯法的，他就改了集体共修的丛林，集体共修的生产，可以种地，自梦生活，不靠社会啊，是这样。这个不多讲了，讲下去很多了。禅堂来用功，打坐以后起来，就是真的修定啊，四个字嘛。坐是打坐，行走路也要定，行居站在哪里，居就站在哪里不动也要定，坐睡在哪里也在做功夫。生活的四大威仪、四大规范里头都在修行，一分钟都不能松，这是禅堂，一秒钟都不能松。所以我的理想中所的改良的禅堂，每个人就是你们坐禅这个长凳子还要快一点长一点，
坐着一排，两边有一个一半的范围，前面是打坐的，要睡觉躺到后面，统统在这儿。那这个地方算什么？屁股都转不动了。所以我原来想想，老和尚给我的命令，我在怕他的这个老和尚，我就要来了。这个，我想大概你们这里听说一两百人啊，求过几十个啊，外面再加一点，我还不敢说。一说了，我的风声一放出去，大概台湾可以来很多很多，各地各国，你看，戴教授啊，从法国巴黎都赶来啊，从美国赶来的，那太多了，那受不了，这个禅堂要击破了，所以不敢说啊。啊，人家问我，我说我大概要出门到哪里不知道，到大陆去，算不定正过厦门，都是这样骗人。罪过，犯了债，我自己犯了王女债，说假话，真的，现在给大家提出来，我坦白，有罪，不要跟我戴帽子就好了啊，这是向那些没有到我骗了他们的同学们抱歉。禅堂所以这样，本来不是坐了一堂，起来就叫做精神，佛学里面叫精神，精神就是走路，不是散步哦，有规矩的走路。精神很重要，佛法里头有一种修法，修行的方法叫波州三昧。我们有位师父现在在哪里？哦，从此受于法师，现在是在下面讲堂里，要他在哪里坐镇在哪里？他经常玩这个，搞这个事情，玩这个话，我讲话又是犯了债，什么债？好好的佛法，我偏要讲个玩，就是乙女债。好像是幽默啊，说的不正经，这个就犯债了。所以债率很难了哈，像我啊不敢谈债率，我一天到晚犯债，即使是有债，即使犯债，靠不住。波州三昧有一种手法，像这个禅堂呢，上面吊着都是绳子，一条一条绳子掉下来，没有凳子，没有椅子，没有床铺，什么都没有，光的。一天到晚在走，慢慢在走，走到累了的时候要睡觉啊，拉到绳子挂在上面，不准躺下，不准坐到睡的。自在大师能够开悟得到成功，修这个法门，有时候七七四十九天都在走哦，不能坐不能站哦，从这样累了挂到绳子上面来休息一下，走到一二十天，两个腿呀、走的水桶一样，站起来拖不动了，路子走不动，还要走，慢慢下去，再以后慢慢腿僵，从所有又收小了，又恢复，然后这个在禅堂呢，好像飞鸟的飞人一样在走。白病都去掉了，都到腿部什么？自在大师，你看他的传记，修这个波州三昧，念念在念佛中，到了最后，到了时间了，满期了，休息下来，躺一下，枕头还没有靠到枕头，大彻大悟，成佛了。就是修这个果，所以精神等等，精神的方法很多。转圈子，修波州三昧在大殿转禅堂是这样转的。还有密宗的精神呢，密宗在山里头有些专修的人，譬如我们这个禅堂中间这个走廊，两边
啊，一个柱子，那边柱子两条绳子，绳子上面套了一个竹子的筒子，竹子空心的一个筒子，命中精神筒子，那得要表演了啊！还是这样，等于在打坐入定，甲虫啊，卯虫入定，这个手抓到筒子。这个时候抓到了，怕自己入定忘记了，再走忘记了方向跌倒啊，转过来抓这一手，啊，转过去抓着就直的。后来有些禅堂啊，就这样哈，过去有些禅堂我看过，禅堂有小旧的建筑，打气的时候一天吃七顿。大家吃素的肚子饿了，看到点心好啊，拼命的吃，吃下去打气坐了上面，下面噗，那个空气又不流通，哦，那个味道好受啊，五香俱全呐、啊，受不了，加上不洗脚，两个腿一盘，那个桌子压了香港脚的臭味臭出来，哦，那真是啊，香花供养啊。啊，那个味道，然后走出来这样，然后一百多人就一喊求，那我们这里叫政府，当然听到他们这一群人在这里造反呢，练兵啊，那还得了啊？这些老规矩后来都搞坏了，不对的。这个人这样走了以后，所以过去那些老和尚出来都是这样，他走到守规矩，违反的都不对的。扶的战略走，就是比丘的威仪出来，目不斜视，前面看正的，不能左顾右盼，眼睛开的只看前面两三步路。动都不动，肩膀是甩开的，这个肩膀气脉都活动了，大步端用整熟。你看我常常在路上走路看人走，哎呀，我常常跟有些同学跟到我，你看那个前面那个人有心脏病，老师你怎么知道？你看他走路啊，有心脏病，这个手，那这个手只甩了一半。这个手术得很厉害，心脏问题。有些人腰部有问题，这个手不大动的，这个手甩得很快。腰有问题，所以很严肃的，挺正端正，慢慢